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雷子。现在呢是在我万国村子这边的地，他们这边还有种的小麦这些。小麦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这呀？小麦。这边绿油油的，不知道是什么，应该是菜吧？不知道种的什么菜。下面还有。因为就是我外婆现在一个人，我外婆这边地也多，所以说她家的地暂时让我家种着。然后今天我爸是在我外婆这家的地，我们在这边种的也有梨树，我爸在捡树枝，一会儿和我爸捡会儿树枝去。我好久也没干过农活了。这就是我们家的梨树了，特别长，前面那一半再往前面走就是枣树了。冬天的话，你像这个梨树枝有的长，得给它剪一下。我爸有时候冬天和我妈就在地里面剪这些树。走了，干活。这地里专门留了条路，然后就是梨熟了，你像电动车直接可以开进去地里面。我爸骑着电动车，呵呵，我在后面走着。这两天突然降温了，真的感觉特别冷，全国大范围降温，马上进入三九天了。这个梨树全是红梨，就是我们家这个红梨到时候会有那个批发商果商来我们地里收，整片都包给他们了。听说这个红梨是去东北那边或者是出口国外的。这这么贱，这么贱的，电动的，嗯，这键放电是吧？嗯，我不知道键，错假，我给你这叫挑，哦，这种挑条件啊，嗯，对，你说这个我，哦，炸快不行的。从个儿去，从个儿，嗯，不从个儿捡的。哦，这种挑挑是吧？嗯。哦，这种都不用的这种。哦，这快不行的。哎呦嚯！哦，像这种挑挑。哎呀，啊，这都不要了，啊，这都贱，这，这种，哦，啊，这种大地的距离见不通。嗯，哦，这种不要。哎呀，好，再往前面走，就是我们家的枣树地了。枣树到时候也得修剪。这是水井，我们这边浇地啊，都是从地下水井水浇的地，这还一直流到水这里。我记得小的时候，像我们有时候去地里面渴了，都直接喝的这种水，这种井水特别干净，特别甜。这是我们的枣树，也挺多的，哈哈。旁边，我记得以前这边种的是那个核桃树。都被砍了，现在
这些都是冬枣，因为我们这边也有种那种大棚的冬枣，冬大棚里面冬枣好吃脆，像我们这种没有弄大棚的，我感觉不怎么好吃，但是大棚的成本太高了，一亩得投资几万块钱呢，盖一个大棚。海明，走，回来了，我回来了，看我拿的什么东西，全是你的零食给吃的，来来来来，走走走走走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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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咋了？你是不是知道这是你的东西啊？你还坐在上面，好了，我拆开看一下啊。哦，这都是一些零食，这是鸭胸肉、鸡胸肉，这是牛肉，太多了这个。好了，来，黑米吃点。我看看，这都是什么东西？啊，还有火腿。啊，这个是给狗狗吃的，发育正常，多维酵素。你看，这是给狗狗吃的营养品。真的是，黑米的待遇比我们的待遇好多了。看我家猫咪，黑米，你要干嘛？你看猫咪一直盯着它，猫咪属于高冷的。咪咪，摸一下，不让我摸。我家猫咪都是晚上出去逛，白天回来睡觉。坐。对，来吃点零食好不好？你说咱先吃点什么呢？这个牛肉粒小型犬专用，那先吃点这个吧，先训练你训练你，然后等下午你吃饭的时候再给拌点其他零食好不好？坐。对，嗯，真乖。掉了，没吃上。坐啊。嗯，吃吧，放盆里面，你自己找去。你看他吃饭，他其实用舌头能舔得到的。他这个是鸡腿，这个是，哦，这都是拌在饭里面的。来吃个火腿好不好？啊，黑米。坐下，坐好啊。他坐现在是肯定没啥问题了。嗯，你吃不吃啊？咪咪咪咪，嗯，你放这，你吃吧。我家猫咪也吃呢。你看黑米盯着猫咪看。啊，坐下，坐下，对，坐下啊，是不是挺好吃啊？再吃点好不好？你看他开始叫了，啊，看看黑米这个羡慕嫉妒恨的眼神，多呢，让你放这，掰碎一点好不好？别跳，黑米，你刚吃了饭你知道吗？等晚上给你拌点吃好不好？给你拌各种好吃的零食好不好？好了。可以。